美女女友手机时搞笑时刻，能成为更好的我们。七墩，我能看下你手机不？啊，这么大方，聊天记录能看吗？随便啊。哎，隔壁有人给你发消息啊？你帮我看一下。啊。哦，你闺蜜给你发的。啊，好像她说有什么，有什么大话。我想查女友手机时，干嘛？干嘛？你这么紧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我就想拿你手机看一下，咋了？哦，那查你吃的就不行了是吧？哎，宝贝，能不能给我看看你手机啊？可以啊。嗯，我可以看。你和别的男生的聊天吗？可以啊。那我可以看你和咱爸咱妈的聊天吗？可以啊。哎，这么好，那我可以看你和你小姐妹的聊天吗？当我看女朋友手机，看她的反应。有人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机吗？可以啊。你可以选择所有的人吗？我靠！我发现越来越过分了，怎么还跟他联系呢？我改行了吧？你光知道改手机密码有用吗？那你还想怎么样嘛？发自内心的改呀、啊！老婆，怎么了？怎么改密码？你们这位出去都有谁啊？就我和丽姐，然后我们俩还约了个摄影师。哦，你干嘛呀？我看看你们都去哪。查我手机。咋了？有秘密啊？那你这个表情。我怕你不给我钱。Oh my, oh my, oh my god！ 姓严有我不认识的。这个最帅的大冤种是谁呀、啊？我是一个特别帅的大冤种。就是他来回给你转钱，还总给你打视频。咋了？我咋不认识这么帅的大冤种呢？起来，看把他给紧张的，看看他多帅。喂 ，This girl straight and this girl not。哎，叔。哦。那个没事儿，那啥，想你了，叔，能请你喝酒啊？嗯。好，叔，再见啊。叔，给我打招呼。好嘞，好嘞，再见，叔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就你看手机这个行为是图什么呢？还是要看点什么？你看手机是行为，那不就是为了分手罪的吗？我若有事儿，那你看我们两个人不就分手了吗？我若无事儿，就你这种小肚鸡肠没听进深意的样子，我也没办法跟你相处。不是，我这是在关心你，在意你啊，你懂不懂啊？对不起，这样自私的待遇我不需要。我们之间应该是相互平等的、信任的，两个独立的个体在一起，才能成为更好的我们，而不是你这种小儿科。